会堂是战后台湾本土原生的教派，主要奉祀瑶池金母，俗称王母娘娘、无极瑶池金母、西王母。民国56年归入道教，慈惠堂发展快速，信徒遍布海内外，是台湾战后很重要的民间信仰。我们牧羊呢，他其实是有些损毁的，所以其实无外乎呢，就让我们看见了他以凡人有什么不一样，他有什么样的能力，这个都不是他主要的一个目的。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来引人注意，让我们人民呢能够更加的信任母娘。信仰弟子众多，其信众组织缜密，向心力强，弟子间树立亲如兄弟姐妹的宗教团体典型，规律教义严整。时至今日，慈惠堂已有2000余间分堂遍布海内外，并成立中华无极瑶池西王金母教会，以同心圆为宗旨，推行慈惠联谊，弘扬母教。教会由来民国50年，是叫辅导会，于民国92年才更名为北区联谊会，因为无法正式向政府入办。伫开会时，会长林阿姨及会员江腾一致建议去正式立案，方便运作。教会以慈惠联谊为核心，巩固慈惠堂信仰的信心力，施行文化训练，生生不息地孕育下一代弃子女，办理爱心公益，透过母教会组织将资源统筹发送，让社会大众了解母娘普渡收缘的真谛，达到净化人心、祥和社会的目标。慈惠堂在我们的表征上，它看起来不只是救助了很多需要救助的人，我认为他们已经发挥了充分对于弱势团体、弱势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爱心，这个爱的理念呢，就这样的无形中来传递出去，那让整个社会呢，我相信是会更加的祥和。为祈求台湾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教会特举办全国慈惠堂护国消灾祈福诵经大法会。来自全国慈惠堂一起诵经祈福，祈求瑶池金母及诸天神佛庇佑，让台湾可怕天然灾害降低，使人民家庭和乐，并祈求世界及两岸和平。有感恩道教团体真少在体育馆办个大型诵经祈福活动，所以民国1905年在新增体育馆举行第一次发挥，今年是第二次，在新北市板桥区中正路8号板桥体育馆发挥前一天的下午，我的江青总长开由江长姑娘邀请板桥地区前往板桥指挥宫回乡集合，下晡2-3点，江青母娘起驾，以步行方式，江青母娘进驻板桥体育馆。本次法会以诵经、供佛、普施、超度方式，让所有的参与者了解心灵净化、止恶行善、消灾祈福的真意。护国消灾祈福是集合所有参与者，大家心念一致，经由诵经、忏悔、布施、供养等修善功德，祈求国家安定、社会安详，达到消灾祈福与延寿。甘露施施，这是一种慈悲的行为。前人孝道劝勉力行，讲师人生真谛，经典印证，都是集每位前贤投入的时间与精力，提
提心用心修道办道的人生感言与智慧经验，都将助人绽放出生命的光与热。